不到吧？可以啊，他知道这边有哎、欸，哦，很棒，对不对？好，哦，好哦，贝贝哦，贝贝，对对，对啊，好，这边就是我们都喜欢大的，啊，这里，本来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龙家本来就很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技术经费的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近期我们获得张荣华基金会的赞助我们就利用这个经费我们请外面的一些宠物治疗专家带着宠物到我们失智专区对于这个老人家而言来讲，看到这些宠物都非常的高兴，显得神采奕奕。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推广这个活动，有助于对这些失智老人这个心灵上的一些抚慰真的是功效很大。而且我们进行了三个梯次，每一个梯次那老人家都显得非常非常的高兴看到眼里都感觉到非常的温馨。同时我也正式感谢张荣华基金会赞助这一笔经费，让我们能从事这些活动。我们也希望将来有机会都可以请这些毛小孩进驻家区，来跟我们北北共度一个快乐的时光。最后还是感谢张荣华基金会这一次的协助，谢谢。坐下就往上，往上，坐下。来，奶奶，哎，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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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哎，你们看，这个有什么？这个有摔块，对不对？好，那我请他吃一个东西哦。你要请他吃一个东西。好，你跟他说，请吃。哎。